Bioterror. Bioterror. The world lives with i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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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You live with it. Viruses are stolen, re-engineered, misused with tragic results. 恶灵古堡的剧情我都不太想，不太想花脑袋去理解。Politicians who sell their souls for a few votes, CEOs who betray consumers for a quick 脑满肠肥的政客， Count、到处都是。Instead, we're above the politics. 这个不是五代的画面吗 ？Always ready to face the threat head on. 又要去再侵略非洲一次哦 ！Unflinching mob。That sops up the evils of bioterrorism and chemical warfare. Yay! They call us. 妈的，假道学。Terror save. Terror shit. Because terror doesn't have to end with a wrist. 看上面有人在比战，这什么鸟 ？Hey guys. Redfield. Oh, hi, Claire.克雷尔啊，她就是大力神的妹妹啊， hey. 一点也不大力啊。Hey Claire， 这是另外一个主角 ，Moira， 莫伊拉，莫伊拉到底是谁、啊、？Welcome to the club. Reporting for duty, Ms. Redfield. 克雷德看起来好，不 ，Cut it out. We've been friends for how long? 克雷尔看起来好老哦。Long enough that I'm allowed to give you shit. Claire, could you时间点应该是在五代跟六代之间呢。克雷尔真的好老哦。What's up, Neil? Something's going down in. 我已经讲两次，我还要再讲一次。Hear anything? 克雷尔看起来好老哦。The new virus? Come on, you know Tricell's history. 保护伞已经垮了吧？ Right? 并没有。Hello. 艾达正在暗中策划中。Hey, that Barry Burton's girl. 不过他们不知道。Yep.Moira started today. 而且我发现人物的模组跟六代比起来 ，Be careful if you're going to mention her and her dad. 怎么好像没什么进步啊 ？Emotional minefield. Okay. You did your homework. What other horrible invasions of privacy have you gotten there? Hey, I got to look out for TerraSafe. We have our enemies. Anyway, good luck breaking her in. She's not a horse. Bye. 这个时候克雷有几岁啊？五十吗？What did he do this time? 六十。Fucking Barry. Every time I ask him anything, he pushes back. I wouldn't even be here if I listened. 啊，要变僵尸了！突然就要开战了。突然一堆疯子冲进来开枪，这是在玩 Payday 2吗？他对着镜子打克雷尔的位置，克雷尔应该中弹了吧？乱演。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What? Blah. Blah.卡表的游戏我都没办法认真玩，真的，我说真的，看完了，哎、欸，水哦，开头动画了，进游戏的时候就会自动演一次了，所以现在我才是真的要开始沾染游戏了。而且在游戏发售之前我预购，对不对？他写说是多人连线合作，结果买了之后第一张现在完全不能连线呢、啊。然后卡普空还在官方公告抱歉，什么鬼啊？章节一，流放地 ，Episode One， Panel Colony， 对夜晚恐惧，对非夜晚恐惧，哈？干要看一次哦，略过吧，一。对啊，骗啊，算了，随便了。哎，
卡普空下一个恶灵古堡，他就算说是恶灵古堡7啊，然后里面是里昂打排球，我都信了，我不在乎了，卡普空嘛，卡普空嘛，你们能要求什么嘞？手上那什么？经过刚刚突袭之后，突然被抓到牢里面，手上被带了一个像号码条的东西。Why did it open? I didn't do anything. I don't do anything. Where have I been taken? 看了屁股的形状怪怪的，我不知道游戏优化怎么样，还玩到一半，说不定累个到爆炸之类的。然后就宕机了，恶灵古堡就爆炸了。这个场景的细致度怎么看起来好像在五代的时代啊？没什么进步啊。Is that Moira？ 莫伊拉被虐的声音。他说跑步是哪一力啊？记不得。Oh my god！ 好爽，好快哦。Don't worry， I'm gonna get you out of there right now。嗨。Moira, are you okay? Did they hurt you? Claire, oh, I remember. Hey, take it. I mean, what in a moist barrel of fox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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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Oh, Claire, I just want to go home. 谁打开的？ We're gonna get out of here. 监视器是谁在看的？逃出设施。None of this makes any sense. 空白键是闪避动作了。我不知道啦，莫伊拉卖差啦，我不知道啦。一整个感觉像在玩六代。哟，那个是死人吗？ What do you think this place was？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死坑。哎呦！我没有武器耶，说真的，可以打吗？一呀，莫伊拉在后面应该就是一个背后领啊，我应该不用管他，对不对？他自己会来啊，应该吧？看一下，哎，会啊，我可以换人吗？哦，睡哦，我这个卡住，哎，干像呢？哎，刚刚莫伊拉可以穿过我的身体，为什么现在穿不过？马卡斯。卡表，还是有 QTE， 对，没错 ，QTE 不改，传统吗？一切都当成传统了。那好像可以上去哦。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啊。这里吗？不对。欸、好像有两条路欸，怎么办？我开始犹豫了，我要走哪里啊？这边可以跳吗？不能跳，这看起来可以跳欸，上面说不定有什么蓝色圆盘，有没有？你们还记得吗？收集要素啊，有血。Did you hear that？ 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故意装得很惊讶。Is there someone else in here？ Yeah， 有血。有死人！哎、欸，可以开，等一下啊、哦，这边可以看进去。有 ，Oh my god， 好恐怖哦！吓死我了，好恐怖哦！哇哇 ！I think there's a way through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ass。应该有东西可以打，对不对？匕首，最好是废弃都随便放了匕首，让我们捡。莫伊拉完完全全清楚自己的工作，他就是一个照亮前方的手电筒。武功可以打，右键不能瞄准，没有近距离模式。而且这个拿到歌的方式，完全就是在玩老旧恶灵古堡啊。在那边挥一下，挥一下，挥一下，挥一下的。什么时候动作攻击系统能够更改一下？
啊！不行，不行，不行！可以闪避攻击吗？不行。Ctrl 是蹲，我蹲，莫伊拉也会蹲。近距离攻击，我知道可以切玻璃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攻击不会打到队友，莫伊拉应该算是处于无形状态啊，应该啦。可是他刚刚却挤到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文件，好险！这次卡表的游戏有中文化。哎，不对，应该是最近都有中文化，对不对？不错。参与实验者，哎，六代好像没有中文化。实验目标24小时监控，出现异常异象即刻除去，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躺在床上那个尸体已经是除去状态了。啊，规则要找哦。提示包包，交付，交付是给客，不是啊，莫伊拉吗？哎，看起来有东西可以开，但是却不能开啊。箱子可以打吧？不行。箱子不能打，这个还算是恶灵古堡吗？他是拿刀柄打玻璃啦，你们不用想太多了，我们不能太注重细节啦，恶灵古堡嘛。等一下就算克雷可以轻功水上漂，我也信了，我都信了啦。这个克雷是几岁？32岁吗？32岁还蛮年轻的啊。I think we can squeeze under this. Give me a hand, Moira. 哦，其实我滑鼠在转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人物正面的，还不错嘛。我没有买那个豪华包啊，豪华包有衣服可以换。对不起，我没钱。Go。然后我就操作莫伊拉吗？哎，没有。OK。轮。这是一个合作项目了，就是说到后面可能要操作 ，stand back， 操作莫伊拉交换、互换、移动、开开关啊、关陷阱啊，就是巴拉巴拉的。哇哇哇！现在在玩《绝命精神病院》吗？这个杀怪一点没有打击感都没有，在画什么东西啊？我受伤了吗？起来！哇，外面有人被咬了。我被咬，怎么莫伊拉也倒了、啊？我没血了、欸，帮补，帮补啊！还会再冲过来吗？我没有补血了，这怎么打、啊？哎呦！ Holy shit, it's gonna kill her! 不关我的事，对不起。Come on, hurry! 补血了。好、哦，你们怎么开始顿顿的？哎、欸、哎、欸，我可以打他。我在这个画面开始有点顿顿的、欸，完蛋了。尤其真的要如我预言一般要爆炸了啊！前面有草，最好是设废弃的设施，到处都有草放着了。按住 Q 用药草哦啊！还要等时间包哦啊！药草怎么一瞬间变成喷剂的啊？那六代为什么药草可以变药丸？为什么？怪嘞！哎呦，靠！这边顿顿的，箱子都不能打、欸。有时候再优化一下老卡、啊，要看有没有收集要素啊？没有，游戏中的 FOB 也不能换了，这就是第三人称就是这样子了。视角好像不是说特别的。特别的好，哟 ，Gina，
吉娜谁啊？你不要靠过来，文蛋！我要对你挥刀了！我还离他很远。Oh God! Did you know her? 我不认识啊。Yeah. She's with TerraSave. Why would anyone do this? 她是被僵尸咬的啦。她用屁股想，你知道？我们已经是恶灵古堡老玩家了。等下，这尸体可以割吗？割不到，穿过去了。然后照传统来说，敌人死掉应该会掉道具，对不对 ？I can hear the wind out there. This must be the way out. Then we need to find a way through. 锁住了。不用。What kind of whack job would? 闭嘴啊，莫伊拉。这边。监视器谁在看？完蛋，下面一定有怪。门开了，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啊！我们走到哪里，他就帮我们开门，然后要我们去面对怪物之类的。哎呦，看起来像。精神病院的地板，这种颜色的地板好讨厌哦。哪一天会有东西开门冲出来，对不对？你们还记得永不终止的梦魇吗？他们的地板都是这种地板。这什么？地沟油吗？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房间了。这里面好像可以进去了。好多死人掉在里面啊！然后我觉得游戏优化好糟哦，这边的在玩的时候会掉 FPS， 真的。另一边锁住了。有东西冲出来啊！为什么这边的帧数这么低啊？你们自己看，这怎么回事？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卡表不意外吗？不要吧，是材质的关系吗？好，有差别吗？最高跟高好像没什么差别啊。这个游戏又没有绑 N 卡，也没有绑 NB 啊。它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会特别钝呢。你们可以找吗？红宝石。是干嘛用的？蓝宝石是干嘛用的？是代币类吗？说我可以用来买东西之类的。哦，卖钱用的。We made it. Keys over there.不能连线啊！这游戏现在完全不能连线。哎呦，靠边，这门要开了，另一边锁住了。等一下那边一定会蹦出东西来，死人！钥匙掉这么高啊！捡尸体做得好。The key's gone。钥匙在上面，我看到了啦。要从恐怖游戏变成射击游戏了。The key must have shook loose when the body fell. 如何换武器啊 ？Anywhere. It's too dark to see. Shine the light around. Tape 换
换角色，等一下啊、哦。Leo。Claire, I see the key. I see the key. Let me try shooting it down. 换角色。那我的小刀，小刀怎么办？F。哦，两边的门都开了，等一下哦。哇哦，爆头！头中弹好像要两发。靠，几万只啊！NPC 说不要管他们了，快跑啊！等一下啦，不要急好不好？靠腰这边，这边只是拿子弹而已，这边没有路，是在另外一条。莫伊拉好像不用理，是不是啊？这边可以开吗？锁住了。莫伊拉会战斗啦，我听到他好像是在拿刀子敲人中，是不是？哎呦，会跳哎、欸，水哦。我是不是看到蓝色圆盘呐？等一下啊！敌人死掉不会掉子弹呢。然后再下去一次。哎，我看到圆盘了。这要从哪里打？上面吗？我想想看啊，应该是要绕回去门那边，然后对那边开枪。哪有体积啊？体积是多少？两发头会死。靠，这边好钝哦！闪避哦，闪避我懂。子弹数量好像蛮多的。哇！枪打到敌人的时候，打击感也很差，没有那种真正中弹的实感。还有那个开枪的声音，真的是有够无力的啦。等一下啊，这些病房应该有东西吧？没有。哎呦，跳好远！他头现在墙壁里，我打不到了。地中海怪物。硬直的时候近战，可是近战是哪一粒啊？我不知道近在哪一粒啊，圆盘应该打得到吧？这边，水妖 ，F 吗？僵尸晕眩用体技 ，OK 啊，我等一下试一试看看。我打他头一发，他会在那边摸嘛？哎呦，大枪哎！耶、yeah ！啊，我的小刀已经不能直接选了，散弹枪先留起来吧。身上，哎、欸，不错嘛，他有新武器在身上的时候会做出纸娃娃的模组。等一下，这个近战攻击是第几力啊？一吗？啊，一。不对 ，G H 右键左键啊！我不知道近战攻击是哪一粒啊！直接打好了，开枪开枪。You need a gun too, Moira. N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don't. Sorry, I don't do firearms. Not after what happened. 什么事件啊 ？Shit, I'm sorry. I forgot. Maybe we can find you something else. 啊、oh! ，靠呀！不进瞄准模式就是近战啦、啊。Be on flashlight duty or something. It's fine. 干嘛？我们也要换人呢、啊？干嘛？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shiny there, but I can't make it out. Let me hit it with the flashlight. 哦，哦，有小道具，我可以。聚光是在干嘛？是邪灵入侵在造怪物。Blunt weapon. I can do blunt weapons. 就啪！邪灵入侵了，按下铁锹，打晕。哦。哦，原来如此啊！干嘛？没关系啊，我觉得莫伊拉应该比较强啊，因为他已经拿到神兵了，应该没有东西了吧？我看我就直接用莫伊拉算了啦。哎呦，那谁啊？Claire, you saw that, right? Yeah, I saw something. 白色衣服的小女孩。用莫伊拉可以找到好多东西哦。子弹，等一下，子弹是共用的，对不对？哎，不行哦，哎。两个人的背包是分开的，靠！要这样子，我莫伊拉拿到的东西还要按交付，交付，嘿，够烦，够烦。然后克雷尔开枪不知道是不是无限的，电脑的时候，然后不知道准不准的，来试看看才知道，来敲看看了、啊。这边怎么顿顿的、啊？傻小、啊，走一步顿一步，傻小、啊。干他妈的，优化好一点啊！卡表，红宝石。这边等下怪物一定要冲一大堆出来，我的光可以穿过去。干嘛？颜色变化。Who the fuck is quoting poetry? 变橘色了。You can tell me. Talk to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喵喵喵喵。Those bracelets change color in response to fear. 恐惧变色。Who exactly are you? So much suffering.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o be afraid of yet.Is she talking to us or at us? 你在聚光的时候，克雷尔会让开，因为他知道你要造道具，还蛮有趣的嘛。是什么？铁板。这里面怪物可以直接开枪，对不对？靠腰太矮了，嘟嘟嘟，这边看起来有点大，乱冲一通。是什么？里面有弹药哎，怎么进去啊？开枪吗？靠！这怎么进去啊？叠叠乐，不行。This looks like a way out. 啊 ？Fucking technology. 我插一个齿轮放中间，然后就可以转开门了。
这看起来像陷阱呢，什么鸟地方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判决，让他知道这个陷阱里面，他用肉身去体会变成卡夫卡在流放地。这是一个先斩后奏的节奏。所以说，莫伊拉在游戏中算是一个背包了，而且背包很小，只有五格。That looks comfy. 啊，齿轮我看到了。Let's take one home. Look at this machine. There's something stuck in it. 电源。It's not working. The power must be off. Maybe there's a switch. 哦。止血带。止血带应该跟药草的功用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完全搞不懂。克雷尔，等一下哦，零件盒，零件盒又是用来干嘛的啊？上面可以走，等一下，这边是一定要用克雷尔来按，哎，好烦哦。工作台升级武器哦，所以说零件盒可以用来改善你的枪就对了。伤害等级一，我闪弹好像很多发，对不对？升级，只能改三格，确认。哦，他这个好像最后生还者、哦，我就要找到工作台改善自己的武器。止血用的话，是说人物除了撩血，还会有流血状态。上面过不去了。电源的话，应该是在另外一边。Moira, I'll give you a boost. 哎，没有。See if you can climb up. Okay. 这里啊。在小地图上面会有改造工具台的图案。等一下，这边只有我自己来啊。一，哦，这个可以直接看。啊！现在游戏中开箱子好烦哦。Z， 等一下啊，这怎么开啊？红色吗？哦，这里。有多个开锁点，找到可以开箱子。哎、欸，好烦哦、喔！这每个小圈圈都是。What the fuck？ 哎、欸，好烦的开锁系统哦、喔！另外一个在哪里啊？乱开会锁住吗？哎、欸，我乱按还真的有啊！手枪弹药盒，啊，这是大包的吗？哎、欸，刚刚那个道具是什么小？I can't do this alone。必须两个一起上来。等一下，这边有东西。This way. 两个人分开在解谜跟开一些关卡的时候，感觉有点，到后面一定会有一些解谜的成分。Maybe once we're outside, we can find someone to help us.
我用光，如果我用光去照僵尸，它会有阻碍行动的效果吗？哦，这边是电源控制室，躲住了。I just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按左键慢慢找黄色，这个我懂，可是刚好像按了老半天，好像没什么用。哦呦！克雷尔的铁锹一敲，敲一次怪物就死了，有这么屌吗？他的威力比枪还大哦。亲爱的老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这封信，我需要你拿我做实验，每天折磨每一天。妈妈救命！拿宝石那个分数应该是用来买东西的吧？解锁用吧。哎呦，聚光，不行。我用莫伊拉去敲就好了，我干嘛拿枪啊？然后我的同伴好像不太会开枪哎，他的铁锹攻击力真的超高的。止血带，怪物来了，神闪躲，开枪啊，开枪啊！电脑好像不会开枪，他不会帮你浪费子弹了。你如果真的要用枪攻击的话，要自己操作克雷尔。这个不是笨笨的 ID 吗？笨笨，你有信用卡、啊，要不然你怎么订阅的、啊？你是每天不是啊？你是买卡、啊？给实验品佩戴感应器，能够侦测你肾上腺素等级。哦，就是手上那个侦测条吗？红色是突变，代表说我们要变怪物了。红色变成突变阶段，立刻射杀。哦。我们就不能变红色就对了，很难变红色吧？要是莫伊拉变红色的话，克雷尔就直接对他开枪。奇怪，怎么那么多路啊？有。靠腰啊，有啥回啊，有。他怎么都不开，电脑不开枪的，开枪，开枪啊！敢开枪，敢！铁锹靠一次就死了啦。嗨。他会对怪物近战攻击，但是他不会开枪。子弹完完全全是留给玩家用的。手电筒在聚光的时候是有能源条。卡卡夫，纳米男子想要通过大门。如果你真的想要通过，就破坏规则过去吧。我讨厌这个开锁系统啊！哎，我怎么知道这哪里啊？这个我指到的话，它至少会出现吧？不对，红色就不对，对不对？啊，这里啊，我懂了。我懂了，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个开锁模式了。雷剑盒等下可以改造了。
应该过不去，对不对？哎，可以，好多分岔路哦。哎，前面有一只，这个门应该就是回去的路啊。然后这些机关好像没有在开。嗨，呜，大只的哎。我要往后闪躲的时候速度好慢哦。嗨，闪躲好像是无限的。喂喂，莫伊拉 Juke， 莫伊拉 Juke， 我靠，他回旋跳屌，必杀攻击戳一次不会死，这个应该算是大只角色。Juke， 用近战就可以虐死一只怪之类的，大概可以吧。哦，他会回靠是哟。哦，他回旋踢好屌哦！敌人的近身反击速度超快，你躲不掉。看来我需要你的药草。换人一下，该换人的时候。被强大的攻击打到会流血，你的同伴有止血带哦，哦，哎，他直接帮我补哎，好爽，打不到头啊，他有戴头盔会反弹子弹呢，那大枪好了，爆屁，死了吗？死了，同伴被打成受伤状态，整个画面红色的，然后是过一会会回复吗？这个受伤状态是要怎么算呢、啊？我换人之后他会自动回复？什么地方？哦，是哟。Shift 按住可以投次要武器，嗯，钥匙、欸，这可以推对不对？后面有东西来了，是走这里吗？我看见我的地图上有一个蓝点了，小朋友起打胶了。啊，我回来了。炮腰是怎么拿、啊？蹲着吗？不对，电源开启之后机关应该会动嘛，然后就可以来拿了。哦，好多这种怪哦，开枪好了。Juke。闪弹只有两发啊，这不是那种六连发。莫伊拉怎么不跑的、啊？跑啊，莫伊拉！换子弹好慢。死了，好像六发闪弹可以打死一只大只的。这什么？电源室嘛，我拿钥匙了嘛。哎、欸，拘留室。等一下，我钥匙放在莫伊拉身上，那我必须换成莫伊拉才能去开吗？有没有那么蠢啊？这个拘留室钥匙是开哪里？靠腰扣开不了。小地图上面有，等一下啊，走错路了，哦，吵死了，
这里吧。按 M 没有大地图功能。怪背对你没有发现的时候，可以对他背刺哦。就说我用蹲着可以背刺咯，我等一下来试看看啊。如果有怪的话，如果我没被发现了、啊，掉下去。喂，这可以打吗？靠，这好大一只哦，好恶哦。看起来不像蟑螂，超大只。好小，他，哎，好多、哦。他被咬的时候，莫伊拉都不会攻击吗？靠，好恶、哦。这边应该可以推，对不对？巴瑞才可以暗杀，克雷尔不能暗杀。同伴在芬尼斯倒下会结束。F2 是跟随啊？他不是我。Can't right now。那他在下面被蟑螂咬，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他不会打蟑螂啊。好惨的同伴系统哦，他下面被一直被蟑螂咬，然后又不动。这开了之后，那个陷阱应该会尬过来啊。等下先在我附近看一下，啊，这边过不去。透过持续照敌人，可以照瞎敌人，让他变得易受伤害哦。哎、欸，有了有了，去死啦！这次我怎么敲不死啊？电源启动了吧？所以说下面那个零件那边应该可以走了。现在才开始是真正的地狱。有，再往哪里走啊？喂，靠，好多蟑螂在那边，上来呀，笨蛋！Oh my God, are you okay? No. Yeah, that was almost a clear sandwich. 要不要变克莱尔三明治？Well, at least we've got power. That should help. 我想想看啊，有电力之后可以回去拿齿轮了嘛？走这边才对啊。克雷尔是不是快挂了、啊？补血一下。喂，第二个转好快哦。莫伊拉通过陷阱的时候好像是无敌的。有，哇！卡住了，不能救了啦。Claire, thanks for that. 这怎么办？换子弹好慢哦。挂了吧。敌人不会掉子弹的话，变得要省哎、欸。能跑就跑。哎呦！等一下哦，看我能不能莫伊拉不会站在那个机关的轨道上。克雷尔太肥，从上一个检查点开始。哪里啊？是开电源吗？希望不要太远啊，死一次才知道。他不能随时自动记录，等下重打一次哦。靠腰啊，顿住了啦！重新读取之后还会顿顿的。
莫伊拉卡在下面，我开门他直接传送。陷阱被尬到是直接秒杀啊，没有悬念的，直接秒杀。走开走开走开，他都不会离敌人远一点，怎么没有死啊？我希望每次过门的时候都会自动记录，我说真的，要不然这怎么进去啊？这个是要等他到底吗？不对啊，不对啊，这个空间太小了吧，这克雷尔太肥了吧。傻小，算了，不捡了。齿轮房应该在这边。用致盲，那只大型怪物致盲有用吗？换个人一下好了。那个是给贝瑞拿，为什么？啊 ，sick. So they were torturing people. 有人说用机关打。等一下哦，傻小，怪物出来之后，我就来机关这边，然后他们会走过来，然后被尬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先开机关，然后用火焰，里面有个转轮，我是有看到了，这里吗？他只会烧前面啊。这可以搬吗？一，看好烦啊！这怪物太多了吧？这怪物太多了吧？喂，我用转轮的时候其实是无敌状态。OK， 慢慢这样烧的。啊啊！转周边了，用陷阱的时候是无敌状态，可以一直用啊。而且它只会转两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没办法转。然后那克雷尔就死不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不是。烧不死啊！死光了吧！我恨透了小地方战斗，好烦哦！敌人烧到之后要烧一段时间才会死。小枪子弹还很多了。所以这个要快速过的时候，对不对？转好火焰，马上转陷阱，把它搬到正门，然后所有进来的怪物都会被烧到。
转的速度太慢，他们涌进来就觉得很烦。人家在那边玩追赶跑跳碰了。靠呀，还有怪啊！开门吧。它有两个木板要拔，代表说你就算开了火焰喷射器，然后你要在那边等莫伊拉开完之后才能过去。可以走了啦，耶、yeah ！就算转到门口，怪物还是冲进来。Well, fuck that place very much. Where do you think we are?因为怪物着火之后，它不会马上死，它变着火状态还是会一直前进，它还是会冲进来，但是它好像是处于受伤状态了。靠，每次到新的地方都 K 哎、欸。Ah, again with these stupid bracelets. Who are you? I want answers.Overseer. You must go to the Vasek, where life begins.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如果 nice, real nice. 僵尸燃烧之后会燃烧到玩家人物的话，我就要这样大声说这是一个米天供。好险不会，应该不会吧？希望不会啊，拜托啦。不要这样啦，卡普空，我这么信任你，新游戏《恶灵古堡》出来我就买了，不要这样虐我好不好？虽然这代优化有点鸟鸟的 ，K K 的，不过游戏性应该 OK 啦。而现在才出第一章而已，不能太早下断言呐、啊。Claire, look over there. A radio tower. Maybe we can send an SOS.前往无线电塔可以跳吗？有防呆措施，不能跳。这个不像《恶灵古堡》五代，这门应该可以进吧？锁住了。哎、欸，这里，哎、欸，不对。敌剑盒好像有两个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是要玩那个主机版的会好一点。Tell me we're not jumping this. See, you can do it.OK. You Hollywood, that wasn't even close to easy. 哇，这个莫伊拉满嘴脏话。然后我，等等，谢谢 Terry 的订阅。我有一个地方要吐槽，就是为什么要用跳的、啊？旁边这个摸着墙壁走这个铁栏杆，不是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摸过来了吗 ？Listen, Moira, I'm really sorry. I don't know what I got you mixed up in. Barry will never forgive me. This isn't your fault.Also, Barry can kiss my ass. The guy bitches and moans and granny swears about everything. 太阳万岁！我不要用克雷尔了啊，克雷尔没有血，红红的。有没有额外道具可以找啊？我怎么看东西亮亮的？
乱声一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战斗的时候，在战斗的时候，电脑 AI 攻击次数太少了。少到有点让人火大的程度啊！我照后面，克雷是在挡什么鬼啊？嗯，怎么过不去啊？So, no, it's dead.无线电没办法用。You stay here. I'm gonna go check it out. 然后我还发觉一件事，当我们出来监牢之后，这边怎么都没音乐、啊。讲完之后马上就有动画。这一段整个跳过了吗？不用，我们自己去爬。Workers and I were taken here against our will. I don't know where. We have these fucked up bracelets, and this crazy woman is talking to us. Some kind of monsters have killed the others. Please send help. Please. 这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小岛。Shit.One more time. 完全看不到别的陆地。My name is Moira Burton. Oh God. 对啊。What is this place? 实验小岛。